Hello，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喺排位招同大家见面嘅健仔跟骏马，我系波仔。嚟紧星期三咧，我哋继续留喺沙田波，当然咧有九场嘅赛事啦，跑百泥一草，哇，草地咧呢、这个1400米咧，大家都即系上季都试过泥地咧，即系泥草混合夜赛咧，都夹杂住两场嘅转弯赛事嘅。咁以往细个咧睇黄昏马就睇得多夜马，即系跑沙田啦。咁而家咧都叫做可以回味一下。咁天氣方面咧，應該就陸陸續續咧就係轉翻正常噶啦，咁啊應該就冇呢個天雨。咁繼續咧喺第一次同大家去前瞻一下嚟緊星期三個賽事，波仔跟住咪有邊匹會上陣啦。其後咧第二、第三次咧就係回顧同埋咧追蹤新嘅跟住馬噶。咁呢個時間咧即刻翻返去堅仔賽米嘅界面咧，睇到第一場啊，都有一排冇同大家見面嘅咧，就係七號馬嘅風采華庭啦。嗱，呢一匹馬咧就上季尾嘅時間咧就做過跟進馬啦，今季兩場都帶來唔錯嘅表現。咁佢贏過印水子啦，以及狀元及第兩隻不約而同咧，都之後可以再贏馬噶。咁呢一匹馬咧喺179日之前咧，見到雙環記錄咧有一點白色喎，咁啊撳入去咧變咗紅色，即係咧係對上一次係有啲更新咗。咁即係179日前咧就係左前提嘅足骨受傷啦。咁喺神操記錄裏邊咧。都睇得到啊，有一個嘅比較長啲嘅休息期，即係缺貨啦，可以咁講。咁啊，直至到咧2月中就開始踱步，3月中快跳。咁你話係咪完全十足咧？咁我覺得當然同佢即係季初嘅時間咧，就只馬可以再起勁啲。不過咁呢匹馬咧，都似乎係起翻唔少嘅狀態，即係未去到十足，但我覺得都已經有一定嘅作戰嘅狀態先拎出嚟，始終。馬房要唔好話追數啦，要爭取成績，咁始終只馬都不能夠甩皮甩骨即刻出嚟跑嘅。咁第一課800米集，咁佢起步正常，咁啊喺個馬林裏邊試下跟翻馬，唔俾壓力佢。試完4月12號嗰集咧，10日之後佢就可以再試另一個泥地集。咁嗰一課咧排住四檔咧，起步啊夠快啦。咁沿途咧一路即係俾住佢咧入到直路騎內咧係有反應嘅。咁似乎個狀態一步一步咁推升咧。我覺得都起得唔錯嘅，加上呢一組馬裏面咧，你話係咪真係好多季內有賽績嘅 form 咧？我哋睇到右上角裏面咧呢一個嘅全部馬匹啦，同程嘅成績啊，可以咁計打翻開曬全部，完完全全即係硬正嘅馬匹咧，即係喺呢個泥地咧，麒麟係試過有啲追勢咯，咁林文林武係試過集有啲集即係有啲嘅前速啦，仲係重化泥地集喎，咁所以咧。可能跑翻個根底，加埋嗰個嘅體力啊，咁我覺得已經喺依組裏邊咧係夠用噶啦。少少棘咧就係呢個一檔，因為跑泥地咧要起動。林文林武多姿多才，或者麒麟咧呢啲馬有啲前速咧，可能會壓到埋嚟。希望咧黎克榮啊移到出呢個中檔咧，彎中移到中檔咧就會比較好跑啲。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匹嘅風采華庭喺四選裏面咧，都絕不能夠咧係放棄，甚至乎咧面對住呢一組較為少泥地根據嘅馬匹咧，係有機會爭勝噶。咁亦都希望何良咧可以更加快爭取多場頭馬啦。另外第二場咧，6號嘅帝豪寶區啊，咁啊呢一匹馬咧泥地嘅性能不容置疑啦。不過咧就成日泥起步咧就慢少少啦，都讓賽啦。不過今次咧換上莫雷拉喎，我哋又去翻咧最右上角咧睇到呢一個嘅唔同嘅統計資料啦。當中咧呢個人馬合作成績啊，我擺咗最頂頭置咗頂嘅咧。咁你睇到呢一匹嘅帝豪寶區配有莫雷拉咧，跑過兩次合作成功率咧都係上曬名嘅，即係100% 嘅上名率啦。再睇翻呢一匹馬咧，最近喺雷神嘅胯下試咗課習咧。都起步咧相當啲順利嘅喎，跟手咧就已經係撳翻住咧，即係純粹測試下嗰個嘅起步啦。咁再之前啊，田坑試咗課1600米草地集咧，咁起步咧都冇話大樣菜喎。希望呢一匹馬咧去到季尾希望咧生性啲啦。咁未交代啊嘛，咁睇下會唔會呢一場咧換翻雷神換一換手氣，咁只馬又會聽話啲咧，咁啊發揮出應有嘅水準啦。跟住咧，去到第三場嘅時間啦，5班1800米啦，最大 number 一隻14號馬波哥哥，咁去到呢個20分咧，我都相信咧，當然喺個淘汰邊緣嗰個嘅區域啦，咁亦都咧覺得，真係有賽程咧就要搏噶啦，唔好話夠唔夠馬啦，都應該會盡力跑啦。咁呢匹馬咧跟進佢就係前鋪3月30號泥地5/40總場次，咁啊當其時咧點解要跟進咧？大家可以去右上角導覽咧，可以揾得翻即係當其時啊3月30號之後嗰個嘅。堅仔跟進馬噶啦，
咁嗰場馬佢識得追啊，即係要失咗 momentum 都識得追翻咧。咁其實都係同榮冠大道啊、緣分啊，都係輸個零馬位嘅距離。今次咧繼續同榮冠大道咧就拉翻開啲嘅磅位添。咁加上咧上一場咧隔無端端隔11日匆匆再跑咧，咁啊沿途定咗喺尾度，就當賽績抹咗佢啦。咁啊今次咧咁輕磅。希望一檔咧可以跟手翻，好似之前啊跑540嗰場咧中間嘅位置咧，咁應該冇上一次個形勢咁惡劣噶啦。咁呢只咧咁輕磅，馬上你輸咁遠咧，應該會有一啲嘅分頭。咁所以我覺得呢只波哥哥咧喺冷腳裏邊或者一個冷位置當 window 咧，咁我覺得絕對係可以一敲噶。嚟到第二節嘅時間咧，即刻同大家回顧一下昨日沙田馬場入邊啊，咁啊波仔跟獎馬表現如何啦？即刻翻返去第二場十號馬嘅不可檔啦。上一次嘅節目入邊咧，就同大家講啊，呢一隻馬就擔心佢咧，即係呢一個嘅排檔方面啊，四檔咧係咪會唔會容易啲殺到埋嚟咧？咁啊，結果咧就話入邊咧嗰啲即係佢內側嗰啲外側嗰啲馬快馬咧，完全係唔夠快嘅。咁啊，結果咧又唔知係咪騎練近期當王咧，咁所以咧話好輕易殺到埋嚟。咁之前佢都唔怕快步速噶啦，一再有氣量咧去頂得到嘅。咁啊，所以咧殺中我正選嘅魅力一丁啦。不過呢條 Q 咧都相當之好分嘅，有180幾蚊。咁呢只不可檔咧，今次雖然咧贏個頸位，話仲要撞到人噃。咁但係其實咧，佢喺末段嘅時間咧，都一度俾只魅力一丁過咗佢嘅。咁但係其實佢都可以再回師第二道力咧，再上翻嚟咧。呢只三歲仔咧都真係越嚟越進步啊！咁我覺得贏個頸位咁加分上邊咧，可能都係啱啱追翻只魅力一丁。如果真係下次再對的話咧，其實都絕對唔怕你，因為去到季尾嘅場地又會再快啲啊，可能有利放啊，呢陣話咧長期擺喺前邊咧都係比較着數嘅，所以呢只不可檔咧都不能夠完全係喺個跟進馬 list 裏邊刪走佢啦。跟住去到第七場嘅時間啦，12號嘅紅衣震撼啦。賽前都預啊，可能會千六冇乜賽績咧，都可能會有啲嘅票數博下啦。咁但係咧，可能琴日就真係咧特別利放頭位擺好位嘅馬匹啦。咁所以咧臨場再落飛啊，咁介紹咗就 A3 都啊有啲唔即係慚愧啦，可以咁計。咁只馬咧大致上亦都真係冇跑錯啊。咁啊為今之計咧，真係係咪靠一招狂放咧去即係令到呢只馬出頭咧？因為都試過守好位，騎內都真係咁多。咁下一次再出，我覺得佢未必會落到五班啦嚇，繼續會跑呢個千六咧。咁真係要睇形勢啦，因為長龍再熱咧，擺前咧可以掟甩咧，就可想而知呢個紅衣震撼咧，同佢嗰個差距啊有幾多啦。咁啊，暫時咧喺我個跟進馬 list 裏邊咧，就未至於話完全咧係刪走，但係咧重心咧就唔再拎佢啦。咁啊，希望咧就蘇保羅位會唔會轉倉，就會令到只馬更加有唔同嘅表現咧，咁所以咧就我哋再觀察落去睇下呢匹馬咧之後嘅發展如何啦。去到第九場嘅時間啦，4班1400米，今一次咧嘅標即係上一次嘅標題咧就甩咗須啦。咁啊呢一隻嘅66大順啦，咁啊雖然琴日好利放啫，但係巴道哥哥啊，你第二段咧喺個10萬嘅場地裏邊，哇孭住個重磅擠個25秒2出嚟咧，咁啊其實都幾吃力啊，睇見都覺得唉、哎、真係捱捱苦。咁而家賽後翻到嚟巴道就話未能令失望嘅解釋咧，即係表現提即係失望嘅表現啊，就提供任何解釋啦。咁而家咧就佢話擔心坐騎可能會出現一些內臟毛病喎，話佢都真係咧可以轉去做下睇下做下大夫喎，因為咧當然啦，佢哋都屬馬性啦。咁內窺鏡檢查咧，咁啊原來顯示咧氣管很多血啦、痰啦，仲有呢個喘鳴症喎，哇一次過出曬嚟，咁啊可能咧係咪嘔曬啲淤血出嚟咧？咁啊希望呢匹馬咧就稍事休息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季尾前唔知會唔會出唔出到啦，甚至下一季啦。咁啊，希望咧就健康養翻好啦，能力咧佢上一場咧都係證明過噶。而另一隻有品提嘅咧，阿喜愛善啦，咁啊都知琴日馬房咧好似正正局局咁，咁啊同埋留後嘅佢咧會應該比較吃虧啲啦。沿途定喺個尾度，諗住咧疏遠啲，下次再跟進啦。點知翻嚟咧心率不正常，咁啊亦都咧更加抹走呢一場嘅賽績啦。咁相對嚟計咧，健康問題心率不正咧就。比起有痰有血喘鳴症咧，會較好啲啲啦。咁啊，加埋可能琴日個地亦都影響到佢啦，因為佢都比較氹布頭重啲啊，氹下氹下咁嗰種嘅馬匹嚟嘅。咁啊，喜愛善，我覺得咧，希望就試習甲啊，唞翻好嘅情況之後咧，咁睇季尾會唔會再上陣啦。咁啊，如果兩隻稱個保留價值咧，我
暫時呢一刻咧就保留喜有線較為多少少啲啦。好啦，嚟到最後一節嘅時間啦，當然最重要啦，要揾新嘅跟進碼啦，即刻咧翻返堅仔賽買嘅界面啦。咁啊，琴日咧就喺第七場嘅時間啦，賽前咧我就將呢一隻咧要跟進嘅大燈電咧。咁其實咧都已經有擺咗喺一個嘅第四選裏面噶啦。咁點解會搏佢呢？因為其實佢早喺三班咧都已經係有呢一個嘅走勢噶啦。落到嚟咁應該係有啲嘅班嚟啦，加埋用黃俊減啲磅。佢試過喺濕地裏面咧衝得，即係喺外地啊有個表現噶。咁啊輕磅會擺喺前面會著數咧。咁啊結果咧啊佢又冇去咁樣做喎。咁啊點跑咧？嗱呢個時間咧即刻咧睇翻呢一個嘅賽事片段啦。咁啊，排住咧最外檔啊，咁啊呢一個大燈電咧就排住十二檔啦。咁啊，點解睇起步咧？咁當然要睇出閘啦。好啦，一起步嘅時間啦，你睇下最大外檔嗰只嘅大燈電啊，再睇多次。其實咧相當之快閘噶，即可想而知呢一匹馬咧少有復出之後咧就幾有呢一個嘅新鮮感啊，擺喺前面啦。咁啊，結果咧我搏佢放頭喎。但係你見到希威森嘅巡輪再現，上一次係留後噶嘛，幾鬼積極擺前，一路飆上嚟。咁呢只咧大燈電咧就捉咁啊，而家咧捉咗落去咧，大約由本身喺頭二三位噶，而家捉咗啦尾五啦，轉個頭咧，哇！再諗整下整下咧，去到拍住而家尾二嗰只嘅博愛有威度，咁啊真係咧，即係搣得飛可以咁計啊！咁啊結果咧喺呢一個嘅琴日嘅賽事裏邊咧，沿途。贏嘅呢場長龍再現擺前啦，跟住就係呢一個嘅美麗精神博士紅衣震撼第三，係得就好有精神翻嚟斷嘅啫嘛，咁就可以妥出嚟知咧呢一場馬對於前戰馬係幾著數。咁啊大燈電咧轉個彎去咗邊咧？喺最大外檔啦，咁啊入到直路嘅時間咧，佢一路頂住只博愛有威啦，咁啊你唔放咁啊阻埋我，即係其中一選嘅博愛有威啦，塞翻佢埋去啦。咁啊但係翻到嚟咧。咁呢一隻嘅大燈電咧都有衝嘅喎，咁不排除呢一個嘅淋淋地嘅地啊落雨咧係幫到呢只馬，咁但係咧喺琴日嘅賽事裏邊咧擺前貼欄嘅馬匹咧係相對較著數嘅，咁呢一隻嘅大燈電咧喺大外檔咁樣追咧呢啲嘅鏡頭咧琴日都比較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匹馬咧喺琴日整場嘅走勢裏邊咧都俾我。覺得咧係佢有一定嘅狀態，同埋個評分落到呢一度咧，應該都夠抽噶啦。咁啊，下一次點跑咧，會唔會好似馬神滿分兜完一場外檔，即刻擺前面就會變身咧？咁啊，呢場留後輸啊嘛，咁下一次咪可以擺翻喺前面跑咯。咁睇下會唔會咁樣做啦。咁啊，但係咧，至少啊，即使唔係下一場咧，咁而家跌咗嚟四班咧，咁我覺得喺季內裏邊咧都仲有機會咧去跟進下佢噶。所以咧喺大燈電隔離呢一個欄中位咧就做翻一啲嘅筆記啦。咁啊，琴日咧個形勢咧都應該幾惡劣噶啦，如走外碟啦，啊咁佢又冇望，即係佢係完全望空添，佢唔係未能望空，咁啊係際遇差啲嘅啫。咁啊，另外咧，琴日呢一個標跑道咧走外欄咧都係比較吃虧啲噶啦。咁呢啲咧佢都係不利因素。咁啊有利乜東東咧？咁除咗咧喺落到班之後咧喺呢個評分水平咧有利啦，加埋咧。咁頭先咁快集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可想而知，只馬個狀態算係唔錯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係 mark 實佢，做好呢啲筆記之後咧，咁加埋呢一個嘅出賽提醒，記得要開翻。下次匹馬名咧，會頭先第一節咁見啲馬名紅色咗咧，就即係你落過一啲重要嘅筆記啦。仲有一個黃俊呢一度咧，可能嗰個嘅騎師實力未及頂級，可再加強。咁呢度咧，大家都可以 mark 佢啦。咁啊，儲存翻佢，咁咧就做好呢一隻嘅大燈電嘅筆記噶啦。另一跟進馬咧就喺第八場嘅時間啦。嗱，琴日羅富全咧就三 win 啦。阿蔡雖然冇贏馬，其他古東尼啊、何賢啦，甚至乎苗禮德咧都有馬贏。反之咧，姚本輝馬房嘅馬匹咧，琴日表現就一般啲喎。咁啊，即刻咧去跟進下啦。呢一隻嘅排住十二檔起步啊，就係三江飛輪啦。好啦，咁啊睇睇起步啦。呢匹馬咧就佢上一次喺谷草裏邊咧就跟前啲噶。一 drop 咗落尾度，咁啊，究竟係咪巴度啊？準備放假啦，停賽啊嘛，落雨濕濕咧，所以咧就錫身啲咧，咁啊定咗一個尾度噶。咁呢匹馬咧，上次雖然喺谷草都係先留住，但係個中段咧就變就踩上嚟。而呢一場贏馬咧，飛天神驅啦，咁啊勝利猴王啦，沿途第一二位啦，標誌五支咧都係呢一個嘅喺內欄嘅位置噶。咁啊而家包尾嗰只咧就係三江飛輪啦。好啦，咁啊一轉就轉到去個彎中咧。都仲喺個尾度，咁所以咧就 skip 咗啦。佢一路都喺後邊咧，就涼緊冷氣啦，就嘆嘆緊世界。
咁再要咧訂出去，其實佢可以跟呢個標誌5G 咧喺個內欄裏面咧啊揾下位上嚟嘅喎。訂到去嗰度咧，哇！入到直路咧，你睇下佢騎緊三個飛輪，同佢上個禮拜咧贏呢一個嘅復日嘅時間嗰、那個嘅積極程度咧，哇！呢只爭得遠啦，最後200幾米啊，佢都慳住條邊啊嚟用啊，冇限制噶嘛，兩邊拗兩下、三下。咁啊，再騎，仲話都有啲反應，四下輕嘅呢下就翻到嚟咧，就捽下捽下，咁啊就已經係過終點噶啦。咁啊，呢場肯定冇用力啦。咁啊，睇過呢一個嘅賽程表裏面咧，嚟緊喺呢個5月22號啊，田 A 嗰日咧，遮打杯，咁啊加埋呢個沙田銀屏咧，會有呢一個3000米噶。咁啊，呢一啲嘅賽事咧就成日唔同。上次我貼飛鷹神區嘅時間咧，佢就跑到主賽咁，今次咧就即刻反彈。咁會唔會好似多多勇區咁啊？下一次又會即係無花間觸咧？咁呢只三江飛良下一次雖然 A 跑道啫，但係可能步速都偏慢，隨時係回馬槍噶。體力上面呢場都冇乜用過，加埋今次如果減佢2分咧，下次唔使孭133咁辛苦啊嘛。所以我覺得呢只三江飛良咧係可以跟進噶。咁呢一場馬啊，整體上面個步速啦、形勢啦，應該都係慢步速少少嘅受害者嚟噶啦。咁啊，同埋形勢上面咧。留後啦，走外碟啦，咁啊轉彎又飛出去啦，咁啊呢個咧都係蝕啲噶啦，咁所以呢一度咧都係要做埋一個叫筆，即係比較劣勢啲嘅筆記噶啦，亦都係啦，開翻出賽提醒，儲存翻佢。咁呢一隻冇乜點用力嘅話，三江飛輪咧今季打俾嗰啲馬匹成績幾好噶嘛，咁啊即係落滿貫啊，佢自己都上咗名啦，多巴先生啊等等啊，咁啊希望咧呢一隻三江飛輪季內未交代咧，下一次會積極啲咯噃。嚟到節目尾聲嘅時間啦，咁啊先多謝大家收睇啦。如果喜歡呢條短片咧，不妨喺下邊俾個手指公啦。亦都未訂閱我哋堅仔 YouTube channel 嘅觀眾朋友啦，有一個紅色訂閱掣等緊大家訂閱噶。記得撳埋隔離嘅欄鐘，開咗全部咧。咁如果有新片嘅時間啦，有靚女 KK 嘅啊呢一個嘅我唔係燈神啊呢一個節目咧，一出街咧就可以即刻通知大家嘛。如果大家第一次咧去接觸我哋堅仔賽馬 App 咧呢一個嘅軟件的話啦，咁啊可以咧免費下載你個手機、平板電腦上面使用噶。咁第一二場咧就係、是、所有功能都係免費開放嘅，睇賠率、睇片、做筆記，咁甚至乎咧呢、這個睇貼士咧亦都係可以噶。咁第三節打後嘅場次啦，都會有少少有收費，因為咧第三場至第十場咧，淨係睇到頭兩行嘅賽績噶啦。咁如果有興趣的話咧，可以 WhatsApp 或者咧致電翻5536106呢個電話嚟查詢翻噶。咁啊，雖然咧四月尾就過咗啦，但係咧啊老細話，其實不斷咧都有呢一個嘅觀眾朋友或者用户咧用呢個消費券啊，又或者八達通咧係去嚟到買呢個堅仔嘅年費嘅，所以咧，今日繼續紅一咧，雖然係5月啦，過咗呢一個嘅四月尾啦，咁啊繼續咧會有呢一個優惠嘅，所以喺片尾裏邊咧都有呢一個嘅少少嘅廣告，大家未睇過有興趣咧，想知道更加多詳情，加埋十寸嘅亞馬遜平板電腦究竟收費如何等等咧，咁就喺片尾咧留翻金桑子嘅啊靚仔哥哥咧就講啦，我把聲唔好聽啊嘛，咁啊講完話之後咧就交翻俾個廣告俾佢啦。咁我哋咧下一次嘅堅仔跟進馬咧，就會喺排位日同大家見面啦，即係咧跑完禮拜三，即係禮拜四嘅時間啦。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噶咯噃，拜拜。消費券優惠出爐啦！萬眾期待嘅堅仔特平年幣就喺今日開始，係特平嘅優惠，只係限消費券，平實咯。優惠一，堅仔雙年幣，用足兩年只係288。平均每年只是1400咋，疫情就反反复复，买定个优惠双年费喺屋企抗疫跑马仔，抗疫期间啊解下闷都好啊。买马买边只最抵我唔知道，但系买坚仔最抵咧，一定系今日啦。呢、這个价钱近一年嚟我哋都冇做过咁抵，我担保系食正消费券先有咁平咁抵嘅优惠，过咗消费券一定唔会再有啊。优惠二。堅仔雙年費連平板只是買3488咋，平均每年都是1400，為了600就多了一部10.1寸的高清平板，喂加6嚿水有部10.1寸平板，亞馬遜大牌子，輕巧的外形 ，iPad 咁嘅速度，街咧賣緊4位數嘅，我哋都只是蝕住做嘅啫，部機睇埋戲、打埋機、煲埋劇、睇埋波，就連上網課都掂啊！一家大小一日到黑用足24小時都不用怕悶，對價抗疫的好幫手，還怎會怕感染呢？
以上两个优惠咧，仅限消费券啊！要机嘅咧，快啲 WhatsApp 或者打嚟55361016同同事留翻部啦。机咧我就得翻50部啫，卖晒就冇噶啦。最后坚仔喺度祝各位马迷身体健康，我哋尽早抗疫成功。记住 WhatsApp 或者打嚟55361016俾我哋，等你电话一下。